的 Steve Darling 的太差了，在我们面前呢，就是他们的 signature， 我们就赶紧来试看吧。这味道很奇妙，有点甜甜，有点淡淡的，又带一点酸，还有放虾米，很香那个虾米的味道。感觉这个面细啊，那个汤汁变加变得很那种充足的感觉。在我们面前呢，有他们另外一个招牌菜啦，就是这个猪脚肉。它的这个猪肉呢，是特地从泰国 import 进来的。这个猪肉很软绵绵的，真的就是肥瘦都有，很均匀的掺在一起，不会讲肥肉特别多。这怎样吃呢？正确的泰国人吃法是拿一点这个，然后配上你要配的配料啦。我现在选择这个八爪鱼就吃啦。这个是 Rosel， 这个是 Lemon Grass 粉吗？感觉很爽口。如果是讲吃到辣的话，马上配这个的话，感觉应该是配解辣，甜甜之间。那我们下次再来啦，拜拜。